福林县政府趁着开学进程，甲县内各乡镇市公所合作，加强对高中、甲幼儿园等等240间的学校进行环境的消毒作业，同时来发送着催安，希望来确实所有的学园健康安全。利用开学进程，分管长和各乡镇市公所合作，将对县内高中、国中、国小、公立幼儿园等240间学校进行校园的环境消毒，希望来确实减少疫情的传染几率，保障所有学生的健康安全。我们在开学之前要做好校园的所有的消毒跟所有的防疫工作的一个准备哦。那因为下个礼拜一就要开学了，所以我们云林县内所有高中职以下国中小，包括所有的幼儿园，我们全面进行消毒。配合云林县政府，我们针对德乐市国中小学，还有所有的可以供应的高中全面性进行消毒哈，我们希望可以把咱的防疫工作做到最好。除了外部的环境变数，学校针对平常时学生常接触的所在来进行重点消毒，不论是教室内面的桌椅啊，开门时阵的手背、门窗，同时来加强学生卫生环境教育的宣导。我们也请所有老师，包含专科教室、办公室，那学生的课桌椅，包含走廊等等，来做次氯酸钠水或者是酒精的一个擦拭跟消毒。那包含学生最常用到的门把啦、厕所，我们就利用这两天的时间来做环境的整理跟消毒。多来落实对环境的消毒，自我的保护措施也真重要。目前政府也针对县内学校教师已经学生进行催安的分送，第一批催安也已经在2月7日分送至中心学校，第二批催安也将在3月18日来做分送。包括县内公私立的这些高中职，然后包括国中小，包括公私立的幼儿园，包括教职员工，通通都有口罩哈。那2月2日，我们已经把第一批的口罩发放到学校来。那第二批呢，我们在3月18日会进行第二批口罩的发放。那我在这里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哈，云林县到目前为止到昨天为止，所有11个确诊的案例到昨天完全解除隔离了。也就是说，现在目前云林县没有任何确诊的案例。面对肺炎的疫情，分管局也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大意，一定要及时做好防疫工作。出入公共场所爱来挂嘴安，定洗手消毒。来受破病就要减少出门，大家做好防控，也来做好，只当有效率来减少疫情的发生几率。记者江怡昌报道。